2000块钱中介费加1000块钱保管，这1-2万、2-3万能买房子地儿啊，全国也有好几个地方，但是我买的就浙江绍兴那个套，唐山有一套，然后保定三套，鹤壁算有12套吧。你说不买个房干啥呀？我以前看淘宝啊，上班前我给淘宝加东西多，因为保定那边发现了进出不方便，然后再找个便宜点的地儿，因为那鹤山那个地儿房子确实一楼我是想当仓库的，我同学也说那儿挺好，我说我就看看去呗，然后过去之前我就买了，其实就当时就在网上看了，反正住那儿以后住了半个月吧，我就在那儿七百八买了，反正10万块钱买了8套，现在没怎么用，我就是不住租出去也好，因为涨涨呗，涨了我们卖，你说算投资也行，反正没亏本，我是想着心里。